哎呀，还有虾。哎呦，好。哎，妈呀！哎，干啥呢你？俩，仨。老爸，你玩上了。我在这瞅呢，跟你爸，这塑料太热，漏雨了。呀，你那又上去了呢？来，快给这个给我奶拿去。啊？啊，给我奶买的香瓜子还有梨。啊。还给你买吃的了呢。哎呀。有没有我的？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会成。有一个粉丝朋友叫三口一头猪，他想看我做麻辣香锅，之前呢没有做过啊，但是今天咱们想方设法的给他安排上，我们给家人解解馋，补一补。我买了各种的鱼丸，还有小肠啊，买了一块巴掌大的午餐肉啊。我还准备了一点藕片，老妈爱吃的金针菇，小香菇。在选牛肉卷和羊肉卷的时候，我特别纠结啊，我一直在想到底要买哪个，然后我左思右想呢，就选了这盒猪肉卷啊，感觉这种花肉吃着还是最香的。我还想减肥呢，你说你就买那些肉，吃完再减吧。老妈，我还给你买了花呢。嗯。看，哎呀妈，这家伙的，整个西兰花。给它掰成一小朵一小朵的。来把辣椒面，哎，细辣椒面，一点点芝麻，浇上热油，锅里添点热水。咱各种玩，先给它下锅烫一下啊。快好了也。哎，好。煮了有十分钟了。啊、嗯，捞出来。爸，看咱的素子。哎呦好。哎，凤凰啥？各种的配菜啊。老妈，这风太大了，火都飞了。我有罩，收。咋的？你要给这锅收了不？不是，这回这个没有风了，给挡上了。行，下菜。油菜和西兰花。锅里来点油，葱姜蒜爆个香，来一勺豆瓣酱，火锅底料。哎妈呀，这心都敞着了。把这塑料整那边去吧，啥时候下雨啥时候整吧，太闷挺了。哎呀，你是拿劳动人民不当回事儿啊，菜也是你，是妆也是你呀。快整吧，这多热呀。给它炒出红油啊。好看。来点生抽。好。蚝油。辣椒油。香油，来一点点芝麻，嘎嘎好吃。吃饭了，哎，好嘞，给你那个吧，哎，再干一杯啊，别干一杯呀，干杯，干杯。哎呀妈，这家太好了，这爷来一个，哎，来一个藕片，好，这有营养啊，哎呦，吃个大虾吧，啊，好，
这藕片不错。嗯，好吃。吃个小丸儿。这样可解馋了。哎呀，你那五花肉呢？忘了。忘了更好，正好还想减减肥呢。五花肉炒丢了，扒上出锅了。爸，哎，给你尝这个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还有虾，扒虾真是技术活。也一般的话还不会扒呢，扒虾那还那个了得了。嗯，满口肉啊！哎呦，哎呦好，好。你尝这虾咋样？好，好。啊，喝一个。嗯嗯，好，哎。一股风过来了，嗯，塑料啥的有风了。哎妈，要不然整的太闷了。这可贵啊。嗯，不会叫麻辣香锅哈。嗯嗯，好。又麻又辣呀。嗯。咱一块午餐肉，把你吃的还行，不辣哈？不辣，行，挺好。嗯，香辣，这样都菜都够吃的，不用吃饭的。嗯，这大盘子，看大香锅，扎走再见了。你看，我还来个肉丸。连吃带喝啊，这叫生活哈。嗯。那边动工啥时候动到咱这时候呢？你说。也快呀。嗯。咋样，爷？挺好。哎呀，朋友们。今天咱整这个麻辣香锅啊，跟着那个麻辣烫吃着感觉差不多，但是这个呢，由于是大牌的，没有汤，感觉想吃啥一目了然啊，吃着特别过瘾。好，今天视频到这了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